创业创新特质的人，我观察是有几个特色。第一个，他有很强的洞察能力，然后接着他有分析的能力，然后有应变的能力，他最后还做了一点，就是坚持执着，他最后会成功。公视演讲厅创新与创业论坛全国巡回演讲二，下集产学论坛。